方痴痴须要何？凭热血贡献社群和四方，从开始到至担当必经风浪，定会英勇自强，维护法治发声发光。遇难堪忍让，遇危险不怕冲上，就算风里浪里闯，满身沾湿血汗，护法执法路长，斗志更高更响，心有光，情字最反扎肩上，不退让，不退让，忠诚勇毅理想，面对挑战，面对伤，信心不减渴望，护法执法未忘，情间党收法网，唐景辉心有光，无望世界。大家好，欢迎收看警星直播。咦 ，Brandon， 呢度边度嚟噶？呢度咪系我哋警察总部嘅室内靶场咯。咁点解我哋喺呢度嘅？大家睇落去咪知咯。嗯。咦，琪琪啊，有冇睇过我哋警队最新嘅宣传片《守城》嘅预告片啊？30秒嗰个啊嘛，咁就梗系睇过啦，睇咗30次添啦，睇极都仲未有。嗯，系咪觉得好精彩呢？咁就梗系正啦，有四大特警部门，个个都高大靓仔，正。哇，你眼力都几好噶，佢哋全部都蒙晒面，你都见到系靓仔嘅。喂啊，俾啲想象力得唔得啊？嗱，我哋上星期咧就播过30秒版本俾大家睇啦，大家系咪想再睇多啲呢？嗱，益下大家，今日我哋会播足本版。足本版咧，就要等多2日先有得睇啦。依家会播《守城》嘅第一节，俾大家睇住先啦。仲讲咁多，快啲去片啦！有数名外籍人士持 PLO 险车卡，依家地铁中环站，机电线全关闭。机场停机坪，有一架飞机未到。SDU over， 已到达位置 stand by。暂时未知人数。SDU on the way。上面仲有几多人使紧力？留两批，防弹群完成清场，攻击 Echo team， 由北部进入。Bravo Charlie 杜姐打到，现在由E3房进入。
HQ、CCC、機場特警1、2隊準備封鎖飛機現場，另外3、4隊在 M52 區搜尋可疑人物。CTRQ 收到 Team Over， 台灣入庫，西九公司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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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位。所有人等指示，不要打草驚蛇。Sir， 他嘅電話信號最後在大河道同青山公園一帶。CIB Heat Team 啱啱跟到附近，其他隊趕緊過去。Target 電話有信號，在街市街、中安街、兆和街一帶。Tell your team in 20 minutes to go to 16 Hongqing Road. Move all the weapons and kit out. I'm coming over to collect you. My car number is EM9798. 嗰架車停咗喺中安街32號。HQ CCC， 勾到 target， 白色旅行车往沙咀道方向，车入边外籍一男一女，即刻叫其他 hit team 去围佢。所有 hit team EU 要求支援。车牌 Echo Mike 9798白色旅行车，车入边外籍一男一女。HQ CCC 报告会战情况，外籍枪手5至7个，持重型武器。另外，对方喺几个主要入口放咗遥控炸弹。I want to speak to the top man. Are you listening?指挥官，我想提醒你，你剩翻30分钟，而家几百条命喺我手，飞机60，地铁50，呢度150，时间唔等人噶，你仲谂？呢个炸弹一爆嘅话，香港警队呢世都抬唔起头，你唔惊嘅咩？首先，我要话俾你知，香港警察系唔会惊你嘅。你输一次啫，何必为咗一次而输一世？你哋打份工啫，就系因为我哋做呢份工，所以我嘅责任系要对付伤害香港同埋香港市民嘅罪犯。唔使讲啦，人我放，行唔行到出去就睇下你有冇本事。香港警察，你有本事咩？唔对 ，Over， 黑嘅入咗封底度，向东行。新嘅 Over。留喺街上面，入紧嚟拦截。黑旗就到，封晒道同船村。小Sir，现场 open fire。大家看完守城的第一節之後，是不是覺得意猶未盡呢？如果是的話，就記得留意1月23日今個星期六晚上10點半收看無線電視翡翠台，到時就會有守城竹本版的首播了。今晚我們事必要你講的嘉賓就厲害了，大家在守城裡面見到那4個主要的反恐部隊，包括了特警隊俗稱飛虎隊、機場特警組、反恐特勤隊和鐵路應變部隊，這位嘉賓他全部搜過了，他就在身邊這一位，現時是鐵路應變部隊副主管兼教官的 Andy 了。你好 Andy。 大家好。 Andy 他今晚帶了他的隊員 Mike 全副武裝上來做我們的嘉賓的，歡迎兩位。多謝。Andy， 聽說你是警隊裡面首位搜過了4個反恐部隊的警務人員，你說是啊？沒錯啊，除了以上之外，另外兩個部隊都是由我去負責發展和訓練的。哇，非常之厲害啊！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問我身邊兩位猛男，又或者是想認識多些有關於鐵路應變部隊的工作的話，就記得即時在網上留言，我們會盡力解答大家問題的。 Andy， 可不可以在你搜過這麼多個的反恐部隊這麼多年的經驗裡面，揀一件最難忘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又或者咁講啦，我喺90年代咧已經係加入咗呢個反恐嘅部隊，成為部隊嘅成員之一嘅啦。處理過唔同大大小小嘅行動啦，我哋喺個訓練裏面同埋行動裏面咧，會上天同埋下海啦。喺個過程當中咧，可以令到你心跳加速。我可以咁講。而家你就守呢個鐵路應變部隊啦，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哋部隊日常嘅工作，同埋喺反恐方面擔當住咩角色呢？好啊。鐵路應變部隊在2018年的12月已經成立了，
佢專責嘅工作咧，就係喺鐵路系統裏邊咧擔當一個反恐嘅角色啦。第二咧就係話處理有關於鐵路系統嘅網絡同埋信息上嘅嘢就集咧，我哋會作出一個即時嘅介入。第三咧就係話重大嘅事故啦。第四咧就係有關於槍械彈藥同埋爆炸品啦。而係第五咧就係話重大嘅襲擊同埋縱火嘅事件嘅。咦，阿 Mike 可唔可以喺度分享一下當初點解會選擇加入鐵路應變部隊呢？可以啊，咁其實我就2018年加入鐵路應變部隊嘅，咁嗰陣時嘅部門啊，就係一個全新嘅部門啦。咁其實我點解想加入呢？就因為嗰陣時我想試一個開放嘅感覺，因為畢竟呢個部門係一個比較新嘅地方，可以試一個開放嘅感覺喺警隊度，其實比較一個小嘅機會啊。明白。是又是時候咧，睇下大家留言咯。嗱，首先有位咧，阿 Wing 張就想問一下，兩位嘅制服咧係唔同款式嘅，係咪唔同款式嘅制服有唔同功能？冇錯，最主要咧就係話大家一樣咧，就係一個抗火嘅物料，保護我哋嘅同事啦。而我依一套咧就係外間嘅工作嘅制服嚟嘅，作為一個叫做教官嘅制服。而依一套咧就係我哋鐵路應變部隊嘅行動嘅服飾嚟嘅。明白。好啦，第二位朋友阿發發就想問一下兩位有冇參，尤其是 Andy 啊，有冇參與過守城嘅拍攝工作？有，我就會負責守城裏邊嘅前期咧，一個同阿林導大導演啦，去一個會議啦，同埋喺個鐵路系統裏邊咧，去負責我同事裏邊嘅技術嘅指導嘅。阿 Mike 有冇參與過？我都有參與嘅。咁我哋最主要就係喺香港站嗰度，我哋都比較多戲份同其他部門一起合作拍攝嘅。咁我落足眼力睇下邊個係你先啊。咁咧，另外有一位嘅觀眾咧，就李靖就想問下身上嘅裝備大約有幾重喎？身上嘅裝備咧，其實我哋都大概20几公斤嘅。係啦。哇，都真係唔少嘢嘅喎。所以你哋嘅體能真係非常之厲害啊！達到標準啦，厲害啦，佩服啊！咁有位嘅朋友咧就點樣？如果佢我諗佢係有應該係有心去考呢個嘅鐵路應變部隊啦。佢問點樣去準備 selection 喎？好啊，我哋每年咧大約年中度啦，就會係同其他嘅三大特警部門咧作出一個聯銷嘅，我哋會作出一個招募嘅，到時咧就等待大家啦。另外咧，就有人問咧，有位小明就問咧，就有冇女嘅鐵路應變部隊嘅人員？有啊，我哋係香港警隊裏邊咧，我哋係男女平等噶嘛。我哋嘅工作都要有女嘅同事啦，去面對有關於一個嚴重暴力嘅女士嘅。咁我哋要貼合環境嘅需要啦，所以我哋會有依個女嘅特警部門嘅嘅同事嘅。明白。嗱，俊俊橋咧就想問一下，鐵路應變部隊平時係咪都係要蒙面去工作嘅？平時咧，我哋會係著翻正常嘅軍裝嘅制服咧，去作出一個反恐嘅巡邏嘅。當我哋有個預期或者係準備嗰陣時咧，我哋會全副武裝咧，就變成咁嘅情況咧，就去面對我哋嘅即時嘅介入嘅。明白。有位 Marco 咧就想問一下，如果跑4.8公里？你哋特警隊最快嗰個係跑幾多分鐘？我諗最快就唔應該咁講啦。我哋平均咧，起碼咧under 20分鐘到啦。Joyce 就想問一下，平日會唔會見到鐵路應變部隊？平日係會見到嘅，因為我哋都係一個警察，我哋會作出一個高調嘅反恐嘅巡邏嘅。但係咧，我哋唔會話到俾大家知道。是什麼時、什麼月、什麼份、什麼的站去作出一個巡邏，我們作出一個叫unpattern 的形式，即是不規模的巡邏。明白。有位 Carol 就想問一下 Mike 應該就是Mike 答了，頂帽重不重？其實這個就不是帽來的，就是一個防彈頭盔來的。其實它就防彈的就一定有一定的重量的，但對於我們來說其實都應付之餘。明白。那呢有位朋友想問一下盾的物料是不是跟其他部門很不同，是不是抗火的、那個、盾首先呢，我們這個呢是屬於一個叫做防彈盾啦，大約就25磅左右啦。 OK，
咁另外咧，依、這個防彈嘅物料咧，係可以係擋到一個叫做 rifle 嘅槍械嘅子彈 7.62 鋼芯嘅子彈、防火係唔防火啊，抗火啦。哦，明白。Okay、有啊，其實我都忍咗好耐啦，我可唔可以試下拎下睇下有幾重咧？好啊。哇，單手啊，係咪？單手㗎。哇！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心情好複雜。明明一個盾嚟嘅，我合埋眼咧，感覺咧就好似自己拎咗成張台咁重啊！所以證明大家咧，真係你哋咧，真係啲體能真係好犀利啊！佩服。啊，咁我又想問一下啦，側邊依個好似背心咁樣嘅嘅物體係咩嚟嘅咧？依、這、一個咧就係 Ripper， 就係助力臂啦。咁、當我哋你知啦，我哋係要面對鐵路系統裏面好多情況咧，就係隧道啊、路軌啊，好長嘅大堂嘅路線嘅。咁如果我哋咧單靠我哋嘅單臂咧去行依啲咁嘅地方咧，其實就係好嘥我哋嘅力。所以咧，我哋就會引入咗依個叫 Ripper， 即係助力臂咧就。當同時去背上咗一個助力臂咧，其實就係可以借借大大咧，就係幫助到我哋咧嘅用嘅多餘嘅力噶啦。即係舉例啦，如果佢著咗依個之後咧，其實佢等於好似攞一張紙咁樣嘅啫。係啦。明白。好啦，咁啊有位觀眾咧，傅仲希就想問一下反恐部隊係咪有兼任嘅戰術小隊喎？兼任嘅戰術小隊即是係咪話，如果喺社會上有重大嘅事故咧，我哋係會係作出一個幫助，係咪？係。我哋都係一個警隊嘅一份子。當社會面對一個嚴峻嘅問題咧，我哋會係作出翻警隊嘅責任嘅。好。咁啊，另外有位朋友阿思思啊，想問一下你哋會唔會著便裝當更？會。絕對會，依個係我哋其中一個戰術上嘅方向嚟嘅。我哋要攻其無備，必須要知人哋唔會知道我哋嘅出現，係同埋我哋嘅戰術。所以咧，我哋會有唔同嘅類型嘅衣著會出嚟嘅。好。咁有人問咧，就你哋平時係做啲咩嘅訓練多喎？平時我哋要係作為一個反恐嘅部隊咧，我哋必須要有前瞻性啦，有獨特嘅技巧啦，槍械相信大家都見到咧，個同事會有佢嘅十物千斤嘅槍械啦，亦都有嘥啱佢嘅短槍嘅槍械啦，亦都要進入一啲介入嘅行動啦，例如一啲隧道啊、樓梯啊、房間啊、大堂點樣嘅 approach 啦，咁我哋都會去。作出一個訓練嘅，明白曬。好啦，因為時間關係啦，傾到依度啦，我哋依個環節時間就差唔多啦。相信大家經過今晚之後咧，對鐵路應變部隊嘅工作咧，會有更加多嘅瞭解啦。今晚多謝曬 Andy 同阿 Mike 上嚟同做我哋嘅節目嘉賓。嗱，以下落嚟咧，有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想同大家作出呼籲嘅，一齊嚟睇下。跟住落嚟有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想同大家作出呼吁。意外发生喺2021年1月7日上午9:34，发生嘅位置系红磡芜湖街与船澳街交界。当时一辆中型货车于芜湖街东行，当驶至芜湖街与船澳街交界，据报撞到一名正在过路嘅85岁女子。该名女子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医院救治，并于同日嘅上午10点被证实死亡。该名中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呼吁，如果有市民目击到意外发生嘅经过，请联络西九龙总区交通意外特别调查队第2队，电话系3661-90623661-9062。今日咧为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大家平时睇就睇得多啦，相信未见过佢真身噶啦。咪住阿 Sir， 你仲未讲后边间房喎？吓，边间房？唔入得噶，要警队高层先入得噶。行啦行啦，我哋冇时间噶啦。阿 Sir， 今日拍鬼片啊？今日我哋讲总部指挥及控制中心 HQ CCC 平日负责监察警队运作同埋调配人手，遇到大型嘅事故，例如8号波咧，就会启动去监察各区嘅情况噶。
更会同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保持联络，调派前线同事作出救援，应对突发事故。咁呢度咧就系 controller 嘅位置，平日由警司担任，咁即系冇我份啦。咁佢嘅工作咧就系负责整合事件嘅资讯，同埋同各个部门做一个沟通同埋协调噶。指挥官，时间唔等人噶，你唔惊嘅咩？唔使讲啦，片我播，播四分钟，睇唔睇到就睇下你开唔开得切电视。喂，阿 Sir， 你都未插线。咦，琪琪啊，头先 Chili 讲话开唔开得切电视机系咩意思呢？嗱，因为一阵间咧九点半无线电视翡翠台会播《守城》嘅第一节啊。诶，咁就啱啦。头先睇完之后都唔系好够喉，想再睇多一次。咦，话时话差唔多播噶啦。咦，系、哦，咁我哋都唔好讲咁多啦。今集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大家记住开着部电视机，准备收睇《守城》嘅第一节啦。拜拜。